护持，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同沾法益，共结善缘。借由好书的熏陶，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，福慧增长，圆成佛道。祈愿梵音永流传，慧命不止息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大家关心，那万里毛做这帮阿婆呀，啊，我们湛严法师特地来助念和招帮阿婆啊，啊，所以那每一个有苦难的地方，帮阿婆啊，病啊，